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航。今天我们要来玩 My Cry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觉得今天的背景有一点不太一样啊。这个史蒂夫怎么长得好像跟我们玩的版本有点不太对劲？哎，这里是哪里？我来挥一下我的拳头。哎，这个挥的姿势怎么跟 My Cry 有点不太一样？我今天怎么好像来到了这里是？哎，旁边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现实化的码头？然后我站在这个草地上是怎么回事？我看一下我这草地，这边是，这里不是麦块的土吗？那、怎么对面有一座城市啊？我来看一下我能不能挖这个土。我一个徒手挖不了，我现在踢也踢不了，是怎么搞的、啊？哎呀，奇怪呀、我来爬上来看一下。我们今天这个 Minecraft 那也怪怪。怎么回事？各位观众知道吗？知道的观众在底下留言一下，快点告诉我，我现在在什么地方？而且这一只粉红猪为什么可以变这么大一只？然后它是用羊毛盖出来的吧？不要骗我，你根本不是粉红猪，对不对？你看它这个地方的材质，这里明明就是粉色羊毛，不要想骗。我们可是麦块里面的史蒂夫，不要想骗我，你这只粉红猪，哎呦，怎么有一只海鸥飞过去？哇，方形的世界看久，现在看到这种现实化的画风，有点不太敢自信。我来看一下这只猪猪的脸，可不可以看到？这里还有石头，还有沙子，奇怪啦，这个旁边的海水超级现实的啦。我们来看看后面这些猪，它长得真的是挺像的，只是这真的感觉有点奇怪啊。我们难道已经离开了创世神了吗？现在这里是什么回事？我要游到那边去。等一下，我好像看到有个东西。等一下，我现在史蒂夫有点兴奋啊！我们开游过去，来，我游一波。哎呦，史蒂夫游泳，开始游过去，我游啊，想办法游到岸上。我的身体怎么变得有点怪怪的？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一游到这个海上，我好像有点晒黑了呢？这是怎么搞的？我刚刚看见了这里。这里有一个阳光猛男啊，我不知道观众在看哪里，观众肯定是在看右边啊，可是我这个是看左边啊，对不对？我史蒂夫才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糟糕了，你们这些观众啊，我现在皮肤真的晒得好黑，我的天！远方看到一个 Vanning Wood， 难道我来到了传说中的 GTA 5了吗？哇，这里就是 GTA 5的世界啊！听说在 GTA 5里面的世界是可以随意的跟别人打架，是不是？来妹，阳光帅哥。小爬，来妹，哎呦，他怎么前面有一个晒痕啊？你平常是不是很爱穿衬衫啊，大哥？来了来了来了，果然 GTA 的世界里面大家都非常的派啊！看我一个，我牛！想编我史蒂夫，你下半辈子吧你，大哥，滚编剧啊！想打我史蒂夫？这什么东西？有钱呢！哇，跟我们在麦块里面一样，打一打会掉经验呢！哇，也就是说。我只要不断的打这些人，我就可以变得越来越有钱。然后这些钱不知道可不可以带回创世神里面，到时候在那边盖个大豪宅。原来是这样啊！那么我决定了，我今天要来做一些坏坏的事情了。看我的，我拿出我在麦块里面的钻石剑来敲这些家伙，我直接刺他。我没刺到，你给我起来，我刺爆你们！钱钱交出来，钱钱把钱钱给我，快点，钱钱给我！我捅他！怎么没有钱？这个怎么没有钱啊？原来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钱的、是不是啊？还是我知道了，我要拿出这个稿子，这里的人说不定跟我们在创世神一样，挖一挖就可以掉钱之类的。我来看一下，实测一下这个泳装姐姐。你有没有钱？有，我捡到钱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有叮咚一声，这个也有，这个也有，后面这些人是谁啦？我看一下他英文，好像是什么 ICE 的，是警察是不是？警察叔叔在这里啊，看我的，史蒂夫，直接一个稿子攻击，想弄我创世神没门，来看我的稿子攻击，稿子挥，没挥到挥空，呀吧，我的嘴巴张开，原来这么白啊！我刚才看到啊，我踹走这个警察叔叔。等一下，他们现在人好像有点多、蛋奶，我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这里后面也有人，是不是？哇，哇塞，完蛋了，这下子不妙了。看来我史蒂夫只能使出我的那个能力了，我要想办法挖到一些钻石。我才能回去我的创世神世界。我来试试看，从这些警察叔叔身上能不能挖到一些钻石。警察叔叔，把你身上的钻石交出来！
哎，这些警察叔叔真的有钻石啊？哎，等一下，怎么有一根钻石黑掉啦？你是不是黑警？我知道啦，这个人一定是黑警，我扁你这个黑警！你在那边掉出黑钻石、黑心钻石，看我史蒂夫来处罚你，处罚你，踹爆你！哎，他怎么踹不死呢？哎，奇怪，哎，这怎么搞的？哎，对，踹不死呢？这警察怎么搞的呀？这黑心警察叔叔哦！我不管了，你这个黑心警察叔叔，我决定要代替创世神处罚你。你去死吧你！看我的！哎呦哦哦哦哦！我现在拿到这一把，怎么回事？哇，喷出好多钻石哦！哎呦，哦，这个警车直接变钻石，哇哇，这里好多钻石，哇，我捡到钻石了，哇，好棒哦！哇，太赞了，太赞了！哇哇，我碰到他也变钻石了！你把钻石交出来！你这个警察叔叔把钻石交出来！哎呦，哎，你看这个警察也是黑警，好不好？刚刚外面也喷出一个小小钻石，你们这个世界看来很多人都不太对哦啊！黑警警察叔叔，哎呦，我一个被他弹出来的钻石打到，有点好笑啊！你这个黑警啊，哎，这个直升机可不可以变？我看一下直升机，哎，这直升机打不到，这直升机越来越高，打不到，哎，打不到这直升机，我怎么办？警察叔叔，我直接这样敲他，我一个腿软。哎，他们这些警察有点打不死，哎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虽然从他身上可以挖出钻石，可是好像有点弱啊，这怎么搞的？我扁他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！哎，你看这个也是黑警啊！哎呀，一堆黑警，你眼镜掉了，怎么还可以继续站起来呢？你给我躺下去！你们搞错好不好？这里拿一个小手枪射他们！要输啦，还几方块人呢？史蒂夫射不死这些警察啦，你看，哎，怕没戏啦！哎，准青队他身上都打不死啦！哇，这还怎么玩？这还不给人玩啊？这怎么给人玩游戏啊？我史蒂夫一个不高兴了，你给我过来啊！你给我过来，来，你过来，奇怪，怎么打不死？哎，他们真的很奇怪啊！那怕没戏嘞，脚踹他，气死，打不死是怎么回事？哎，我踢，我打，我扁。算了，我看我还是拿出几击后啦，几击后力啦，哇，这个后坐力太大。你看看这些，哇，哎，他喷出三个钻石，这个警察很糟糕啊，哇。哇，这个真的很糟糕，好不好？喷出的一堆有的没的黑金钻石，你们这些警察哦，真的是太黑了，太黑了，这样真的是不行，你们真的很糟糕。我史蒂夫，哎，刚讲完，一个被钻石砸到头，哦，头有点晕啊，我被钻石卡住了，哎，你们这些黑警的钻石把我卡住了，哎呦，哎，这个钻石是可以打破了，是不是？哇，这钻石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奇怪了，哇，再扁下去。这样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把钻石捡一捡，我捡一捡，差不多了，我觉得我今天捡够钻石了，我们该回创世神的世界了，不要在这里闹来闹去的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是我错觉吗？天空落下了一堆钻石啊，哇哇哇哇，哎，那个钻石还打到那个直升机，超好笑。哦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啊！我今天来到洛圣都一趟，财富自由了，难怪很多人都说 GTA 里面可以来掏金，原来是这样子啊！哇，发财啊，发财啊，发财啊！全部都是钻石啊，太开心了，太开心了！捡一捡，捡一捡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把这个黑心钻石也捡走，回去变卖。我要回到麦块世界里面了。好了，警察叔叔们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我要回去了，再见。哇哇哇，真的是赚烂了，赚烂了，这一波爽赚啊啊！来来来来，游回去麦块的世界，来，我开游。哎，游。走到海边，看我那个爬上岸，哎，有了，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，哎，哎，赚爆了，赚爆了，这一波啊，赚了一堆钻石。哎，话说我一踏上这个麦块的地图，我现在又变成方形的史蒂夫了。哎呀 ，GTA 洛圣都真的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呢。你看看那里，远方还漂浮着一堆钻石，哇，这一波赚爆，我要回去盖大房子了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今天麦块史蒂夫来到了 GTA 的世界，成功的赚回了一大堆的钻石。我现在就要回到麦块的世界里面，好好努力的盖房子了。那么，如果你们喜欢今天影片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还有到我的 FB 以及 IG 按个追踪。那么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就在下一次影片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